老板。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让我想想办法吗？我就想来看看。您。这是公司的项目，我当然要关心一下了。想到什么办法了吗？我跟公司设计师聊过了，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所以想先跟陈老师的先生聊聊。为什么？我跟乔梦佳也聊过，他说上次沟通的时候，他先生是同意拆了这面墙的，说是为了陈老师好，但被陈老师否定了。关于这面墙呢，一定有故事，只是他们夫妻二人都不愿意提起。你觉得找他能解决问题吗？我也不确定啊，但也算是向前迈了一步嘛，所以我要好好看看这面墙，争取找到突破口，争取说服陈老师。加油。老板，您的车呢？我打车来的。打车来的？哦，那我帮您叫辆车吧。您手机有信号吗？没信号啊。糟了，那怎么叫车啊？你怎么来的？骑这个来的。慢点儿，老板，你放心吧，我很稳的。你要是坐不稳呢，可以抓着我啊。我同意辞退你，你会不会恨我？你说什么？我说，你会不会恨我？哎呦，吓死我了！老板，你刚才说什么？老板。江小姐，哎，谢谢啊。其实啊，你们顾总第一时间就约我了。我理解你们的难处，毕竟我跟我太太意见存在着分歧。穆先生，我想了解一下，为什么程老师执意要保留那面墙，而您却要拆呢？是有什么故事吗？其实也没什么不方便说的。记得那个地方还不是艺术园区的时候，我太太经常带着我儿子去那边玩，那面墙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但是我儿子在五岁的时候溺水过世了，这些年过去了，
我的太太一直沉浸在痛苦当中，无法走出来。所以，程老师在那里建美术馆，是为了纪念你们的孩子。顾总，进来吧。这是刚完工的单子，你签个字吧。好。你和徐总没事了吧？没事了。所以其实你们是商量好的。对啊。在公司其他员工面前演戏也就算了，何必要瞒着我呢？这种小事不告诉你，你肯定也猜得到嘛。可你这样会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外人。你想多了。你对姜小宁很不一样。有吗？你会让他去你家，你会送他发夹。我在你身边六年了，从来没见过你这样对一个员工。这不是你一贯的作风。把那么难搞的一个项目丢给一个连设计师助理资格都没有的人去对接，这也不是你一贯的作风啊。我是看他工作努力又有潜力，想给他个机会。我没让他走也是给他一个机会啊。嗯，可能是我对他过于严苛了吧。公司事务严格是好事，但如果情况特殊的话。到底是情况特殊还是人特殊呢？司马林啊，我的私人生活你就不要管了，我的事我自己很清楚。对不起，你忙吧。